我好喜欢。太厉害了，孟美岐学姐配合学员们实施出表现，配合舞美，配合灯光，炸了，简直闪瞎我的眼睛。吴海在舞台上的表现力真的绝了，这是我看过他一二三公最帅的一次。刘宇是没得说的，站那儿就像一幅画，就很精致。其实张馨瑶真是一颗遗珠吧，只要镜头拍到她，她总会给我一个让我哇人的表情。下面进入撑腰环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冒险家的初代冒险家孟美岐。我今天的任务是带领冒险计划拿到全场撑腰第一。Party girl 直到姐妹为你撑腰。棒棒棒！我是不管前方有什么，我偏爱冒险的一号大冒险家刘宇。我是来自大冒险家的二号冒险家博远。我是不管未来在哪里，都想带着你们一起去全世界一起冒险的吴海。我是大冒险家的四号，也叫天机阿姆。我是从小屏幕来到大舞台冒险的张馨瑶。请大家为我撑腰。这组都是宝，撑谁都行。时间到，美岐怎么样？跟大家合作有什么难忘的瞬间吗？就是这个接触的时间让人挺难忘的。就是我是昨天晚上见到他们的，然后我昨天晚上把这个舞学完的，然后今天就演了。所以这是一种炫耀。不是，现在最流行的凡尔赛，谢谢学姐指教。老凡尔赛了。老凡尔赛。美岐学姐她是真的特别厉害，就是三个小时就把这个舞蹈完完全全的合下来，然后就直接上台了。对，她上一秒还是跟老师这个动作我怎么跳，老师这样哦这样吗，一下子就变了。对，然后整个人坐在那里就会看傻，你知道吗，就一直坐在那里。然后我就想了一句话，我说学姐是台下时时刻刻保持幽默，台上每时每刻用实力让你沉默。哦哦，我喜欢她。对，谢谢，我的天哪，不要再快！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里也是我的家，所以你们也是我的家人。回家。对，好，夸夸卡，你想选哪位老师？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，我们选周深老师。来，请抽一张。对我善良一点。啊啊！什么什么什么？这个不好吗？对，不好，换一个。来。好 ，OK。好奇啊，那是什么？直接上来挑吧，直接翻过来选吧。没有啊。你要什么？我马上去写。你没有的话，你这样你就说出你心中的那张卡。你说。我说。申哥，你觉得我们节目怎么样？我觉得你们节目很酷。那就用舞蹈证明给我们看吧。行啊，有两下子远说。这不是夸夸卡吗？怎么会抽到一张惩罚卡？教你跳我们的动作。OK， 来，五六七走。没有追随着光扑火。我的天哪，好可爱。没有打不破的规则。好，我的眼睛学会了，试一下啊。走。你们真的跳得不错。哇！哦。今天还唱得也非常的不错。谢谢。我觉得我对你的舞蹈很满意，但对你的唱非常失望。我也没想到，我对我的唱也很失望。